今天是赵潇生日，不会有人陪你过生日了吧？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。你就是宁越国那个高高在上的圣君，你冷血无情，根本没有心，所有人的命在你眼里都只是尘埃罢了。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，有资格跟你一起站在上殿之上只有我一个人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皇恩浩荡在中室。